上车仔细看，下车转头看。八环登爱路。您好，椅背上的职业登记证有我的资料。哎，现在上面的字体变大又清楚呢。是啊，警察机关为了维护民众权益，从105年5月份起，预计3年内陆续更换职业登记证。除了资讯变得更清晰之外，上面还有 QR code 哦。哇塞，扫描一下资料就跑出来喽。阿桑真厉害，这个也�懂。仁爱路到了，车资100元，下车前请转头确认已无人车，再开启车门哦。维护您权益，交通更安全。